小时候也会讲客家话。就吃炸饭。我奶奶带的时候。那路弯都一样那样，那路弯都一样那样的，那是你呀，我妈的阿姨，一路难爹干妈。需要个劳动，要生活就要劳动，多练身体健康，增加生产必须要个劳动，要生活就要劳动。阿里山阿里大家生死难，撒家一把竹阿里呀马家。好，第二首歌呢，最主要是要怀念传统的生活，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就很辛苦的去捡蜗牛来卖钱，
这小木山带着室内，完了心里的心里那里多少是这样带着是家族味。这但是这样那么高调，那什么大事？阿弟米家阿些个大家讲第二组啊，百万组股，为了什么早上买一路里啊呀？这什么人心心的老子？好，就希望呢，在这样的今天的这个场合呢，也可以让大家欢乐在一起。经过石门部落的时候，不要忘了停下来哦。자우리집누조아수지간정말좀맞아자시멘웨이그리고이조아정맞아우리집나아마르브라바우리집나달리블리바타타好，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噶巴难古窑班。什么叫动员？动员部落，然后就接受。哦、OK， 那我知道了。对啊。哎，那我之前就骑这条，你就是去动员接受他，是吗？对啊。哎呀，哦咿呀，哦哈。
是东马拉，一朵一朵巴巴呀巴呀，阿里加西扎嘎兰，我那这那那的马里图，是那咿呀叽呀叽呀哩呀马勒马勒马，咿嗨呀那乌。谢谢，谢谢我们。